昨天有一场大师趋势论坛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举行，邀请到趋势大师奈斯比夫妇演讲中国大趋势下的挑战与机遇，剖析大中华经济圈发展趋势。论坛中并有远见创办人高希君、南桥集团董事长陈飞龙、原治大学许世军教授以及世界周报主持人陈文茜共同对谈，针对台湾所面临的挑战与机会提出观点，对话相当精彩。